欢迎来到，欢迎我八哥，谢谢我八哥。你们将大显身手。这把我们男枪对剑，克那个凯南，来这把我们给兄弟们来吧，世界赛的对线，好吧，世界赛的对线。海南，看一下怎么跟他打。我一级学艺吧，一级学艺压制一下，应该可以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等他过来。世界赛凯南赢了，但是排位赛就不一定了，因为排位赛跟世界赛是不一样的。看好了。一级学艺，等他过来，很好。他太多拦截，可以很皮，很皮。A E A， 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皮，金，还敢过来，挨我一枪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对吧，就是压制玩单枪，就是上路一定要压制对面，不然就别玩。他现在非常难做，还敢吃，还敢吃刀，操了个DJ盲森，插个眼，小心盲僧，和平。推线了，凯南在塔下不好补刀，可以推线压制一下。漂亮，不用慌，我的伤害还可以的。EQ 二连没都没中，很可惜。推线。折磨一下，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这瞎子不来，这瞎子在中，那我上路就可以无敌压制了，一直压制他，漂亮，很难受的他，他非常难受，对吧？非常难受，压制，压制。嗯，还好我有饼干，不用慌。他就补了六个刀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现在就补，只补了六个刀。我现在就推着推线，把这个兵线推进塔，让他补不了刀，压制他，很折磨他，叫走位骗他技能，砸墙。慢慢折磨，一丝一丝的折磨他，不用慌。压制，推线，他补七个刀，我靠！还来啊，来呗！来呗，男枪怕你抓呀，你们家凯兰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还过来抓我。有些人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，就比如说这凯南，他跟死了没啥区别。那瞎子还敢来啊，瞎子不敢来抓了呀，是吧？瞎子不敢来了，亏了。我就喜欢打移动的吧，难受吧，瞎子可能还会过来，也不一定。我这一技能稍微注意一点，不要交的太明显。来约他，
这也交叉，可以。这必死，我 TP 的，我 TP。这不当也想活呀、啊？我靠，给他打了一下。保王，这一波的话，我这个被动，让我给他打了一下。压制压制，吃塔皮，他也溜了。瞎眼吧，就是消耗。急了，急了推线，就是压制，非常难受。好。他得回家，他不回家吃打皮了。好，这里查个眼。好，嗯，我们补刀没怎么落的。退线。就这样压他兵线就行了，杀的话不好杀，他的手也挺长的。我如果杀他的话，其实不是特别好杀，是塔皮。注意不要打到他。啊，饼干喝一下。啊，吃塔皮，啊，气，急不急？就是压线，不怕打野来抓的。压线。回家了吧，这我就不信你不回家。他已经被我压了50刀了，接近60刀。嗯，好，我推线速度太快了，推了2100块盾弓，这把出个盾弓再出一个回复好像没有，对面一般第二件出啥呀？放松伙计，我都不用回家，对面非常难受。像这种对面的话，没有回复没有肉的话，我们第二件出什么装备？好像反正第三件肯定是出无尽的，好像收集者不用做呀。一血塔直接推了，比赛上面是怎么出来的？比赛上面也没屌到哟。第一件出盾弓，第二件出先避一下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盾弓，然后暴击，暴击来一个，走。鞋的话，这把我们出个肉鞋，可以吧？比如说出个水银鞋，这把空还挺多，水银鞋，可以。嗯，试试我吧。盾弓加银鞋加无尽，对不对？这把没什么用。我偷一个峡谷先锋，虽然说我现在没有拿到头，但是我的装备很猛。来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的装备很猛，这个最好给我，我好带。可以，感谢。看来咱家的队友还是会玩的。
这一波很虚。推线。我们目前就单带就行了。虽然说这个版本的暴击流拉胯了，但是还是可以玩的。虽然说拉胯了，玩是可以玩的。往上带，我现在已经无敌了。我可没时间。红没有，偷个鸡吧，偷个鸡吧，漂亮，吃个鸟，盲僧的大鸟，我来吃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五枪，六枪，七枪，唰，大菠萝走位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五枪，六枪，七枪，八枪，九枪，十枪，十枪，十二枪，十三枪。再见，来不及，握手，拜拜。下界来个饮血剑，起皮，嗯。不要慌，我别看我一个头没拿行吗？我们这个装备很好吧，装备还可以。我有时候瞎子没 Q 到，你瞎子没 Q 到，但是你不能说瞎子菜啊，我走位好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他如果 Q 中了，你说我菜；他没 Q 中，你说他菜。我那这个游戏到底是谁菜？他是个问题。敢手打，敢手打干你！唰唰唰唰唰，吸血，好溜了，感觉有人来了，中路不见了。我们现在补刀很稳，饮血剑差100块，等一波饮血剑，又来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还来？给你一次机会跑了还不跑？可以，我给你来个纱窗擦屁股，给你露一手。饮血剑，再来一个魔抗血。嗯，他有点小看我的输出了，小看我男枪的输出了，我输出有点恐怖。咱们下一件出个无尽还是出个大青羽？出什么？兄弟，出什么屌？再来个河蟹水。红 buff 吃一下。第三件要么无尽，要么大青羽吗？我是谁？我是圣强哥。啊！看上去挠痒痒一样。没蓝了，蓝没了。确实暴击流玩的舒服，穿甲流没攻速，玩那点飞机暴击流舒服多了。嗯，那咱就推塔了，一路推到底了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五枪，六枪，七
虚强。别说主播你是圣辉哥，哈哈，我圣枪哥，我圣辉哥，说什么虎狼哥？还来啊？死了两次还要过来啊？我真打你啊！毙了。我现在13级，虽然说这个对面的上单拿了两个头，3-1现在，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表面上你看我们人头总人头差两个，大菠萝蹭个助攻就行。我拿河蟹了，我溜了，队友浪了，我溜了。我拿峡谷先锋了。我丢，很聪明。蓝 buff。我去就全杀了，我去他们就走了，我去了全杀了，我去他们不走啊，他们肯定走的呀，对面站着给你杀呀，不可能呀，对吧？来了老弟啊，来了老弟，烟雾弹1枪2枪3枪4枪、5枪6枪，不敢扣我来的。经典华拉毙了，无尽之刃，水银血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然后来个暴击，暴击来，我有 TP， 我 TP 一下，直接 TP， 暴击来一个，1枪2枪 ，EQ 二连接烟雾弹。1枪2枪3枪开大，操，我被定了，我还是中了凯兰的阴晕二闪，我哈，哎呀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一波谁打我这么痛呀？哦，刚才把这个凯兰的晕珠顶躲了，感觉可以全收的。不跟你开玩笑，兄弟们。操作失误了，刚才操作有点失误了，不然的话全死了。等我无尽了，杀我1000块呀，这么贵啊？我有峡谷的，先升个14级。我拿小龙了，我以前从不喜欢拿小龙，现在到喜欢拿小龙，真的，这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大菠萝那个拿了命拿来，虚弱不上，峡谷一放，队友不放峡谷，算了，我推了。干啥呀？准备上吧。漂亮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
这凯南这几波大放的可以啊，无尽来了，这个技能放的可以，他这个进场时机，注意进场时机，可以，这个进场时机。凯南这几个大放的可以啊，二三四个我靠。我直接被对面集火了，盲僧辅助加上上单，全部的大往我身上上面浇，没办法。注意进场啊！注意进场。我现在60暴击，下一件买个青羽。这男枪上单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。上路哟，干他！撤离。没意义，很烦，无尽图了，他不来，推塔，高地塔。一塔两枪，这个逼很，这个逼很皮哦。三路高地没了，再不来三路高地也没了。掉血，不痛不痛，满层满层被动，不痛，推推推推，我的血又满了呀，我的血他又满了呀。